你是我，李律师，啊，你是安怎想？啊，无啦，可能哦，小最近咧做减免治疗啦，啊头有淡薄仔咧晕啦。哦，啊无我来开啦。啊，你敢是无驾照？啊，那罗罚单无记啦吧，叫人吊销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较少我咧啦。 啊，开车尔，小代志啦，我够我倒啦。喂，丁律师，丁律师，你安怎无啦？真正是我，赵英新真正是我弄的，这车自头到尾拢是我开的，我甚至拒绝张玉夫，伊要我驾驶的提议。 我故意强抗的，会一直咧疼。不管我是去基地，迄拢是因为我去弄着风向无啊。即阵，我答应侬伫咧做乌梦，我来，迄是我的潜意识伫咧提醒我，我一定安尼做事，啊，若无一世人，伊会流失不安。 还有这样子案件还袂处理呢，还有这样子弱势受到冤枉、司法不公的人，佫需要我起来斗三工来伸出公义。假使我若自首，那这样是要安怎？我已经害死一个人啊！啊，不过这可怜的人。 是我唯一能来到三江，唯一能回我去的人，拢无法度去帮助伊啦。那恁这人是变安怎？我应该安怎做？张玉夫是无辜的呢，我应该安怎做？ 英泰嘴讲，只要玉夫莫甲我接受，伊都袂找伊的麻烦。阿唔过，我想了解英泰，拄着冻落的石头，伊无可能干那跋走，伊是绝对会伫遮，甲伊毁掉。今仔玉夫互关伫看守所，处境已经危险啊！伊说咧，车路数变好，拢固纸，英泰是绝对对伊出手的。 我到底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，才袂刺激到英台，阁会当保护玉夫？喂，浩姐，你哪会这么早就起来？ 浩杰，你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妈，我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已经讲啊，啊，滴滴嘟嘟，斜创啥？妈，是我，是我拢是赵英新的。 你讲啥？我讲赵云星是我老师的。
张玉夫是无辜的，伊是替我去担罪的。你倒有袂讲啥？你是不是最近常常做噩梦，所以分不清楚是真实的，也是在梦吧？不是，这不是梦，是我拄则去想到的。我想起来过的过程啊。我可能是因为知影，我去弄到啊。我已经犯着一个无当弥补的错误。我的大脑才跟我讲，让我闪避，暂时失去这个记忆。我记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嘛同款，捌看到我袂会看到代志，我嘛受到严重的刺激，有一段时间啊，暂时失去记忆。你敢袂记得？浩杰，你放心嘛，有妈在，你唔免惊吼。你先冷静落来，才阁讲。对啦，浩杰，这件代志你敢有甲任何人讲过？无，我无甲任何人讲。这件代志是我拄想起来尔。不过真正唔知要安怎做，我唔才会较好哩。妈，我真正想无。想到张玉夫要替我担这个罪，敢真正敢那想要报答我对伊的温情尔？怎来用这款方式来报答伊的温情啦？我是不是应该去自首？张玉夫伊是无辜的呢。浩杰，你莫学袂来哦，这个代志咱还阁好好讨论。你。原来你不是继续失去记忆，叫张飞打嘴啊！原来你知影这个代志，你是我的学生啊，所以我一直有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。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我想除了张飞以外，我是上该清楚伊的。那你想到张飞替我打嘴时阵，你还讲话啊？你敢知影吗？你已经害我排着一个对赵英兴这条命的亏欠啊！也够，对赵英夫害不起的一条人情，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去自首。卡斯讲你无要考虑你的前途，啊，决定要放弃人生，那呢好啊，你可以自首啊。不过我也是要提醒你，就算讲你出名声名，人是你弄的。嘛，绝对无人会相信你行为失去戒备，这无去自首的。绝对用指导我正义魔人的正义力。想到无伫一开始就出来相信啦，因为怎么讲，你是为着将罪名撒给张义夫才安尼做的。最后，你会让舆论公家永远都无法度关心。我，天数看办。但是若是会当达到处理，就当就准啦。我知影啦，我无法度影响着你的决定，所以我拜托你，即个一定要听你妈的，先冷静落来。我卖甲任何人讲，先把代志想通啊，再来决定到底要安怎做，啊，也袂慢啦，你知影无？不管最后你做什么款的决定啦。我甲你妈拢会听你的，你家己好好想清楚。你早就已经知影，都是赵医师的人，是浩杰。无唔对。是安怎？你拢无讲啊？因为伊是我的学生啊，就算讲我去伊五年外，去伊对我不好，我也是袂放伊唔管，我绝对想办法保护伊。那呢？
那安尼，玉夫是要安怎？你管他伊是要安怎？伊家己欢喜，甘愿要出来担罪，咱就先转伊就好啊。因为了浩杰未来，其他的人哦，我是管袂着啊。除非，在你的心内，张玉夫比浩杰更加重要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就靠跟浩杰去自首。